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147面，147面。第二行，对第二句看起啊，又真解惑，一念之境，周遍无量佛土者，所得一生清净无量寿世界故。皆归念佛三昧耶。这是无量寿经经解顶面的一段话，有一念境，现有一切佛土的解说。你讲一念之境，这时间真正短，正好前咱有学过了。有这款神通能力，周遍无量佛土，经常讲一切佛土都是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，所得一生清净无量寿世界。实际上讲，一切诸佛刹土，已经果报都是平等的，啊，无差别的，甲西方极乐世界拢嘛同款。西方世界与其他诸佛刹土殊胜的所在，都是伫阿弥陀佛的愿力，不可思议。这个愿力呢，是伫因地愿的，咱后面会读到。诸佛在行菩萨道的时阵，发愿无同款。共同的一个大愿，就是经教内面常常讲到的四方誓愿。这个四方誓愿是总纲领。每一尊佛啊，拢也有，可是世行呢，就无同款咯。以阿弥陀佛所发的愿，咱会当讲伊是究竟圆满。非常的迷失，无得去找到缺点的，
远大，迷心困切啦，愿意用德的方法普度一切众生，各种不同的根性，拢会用一种巧妙的方法，拢多咯。是，这个方法就是名号啊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六字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这是弥陀净土特别殊胜的所在。如果无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，这些菩萨心通也很大，但是无圆满，肯定无圆满。周边也是无量，无量内都有数字的，无量内底若无数字的，那是啊，那真正无量咯。这个咱伫《大乘经》内面常常会看到，一尊佛伫教化的古迄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是一个大千世界，有两三个大千世界，有十几个大千世界。你看伊做佛教化众生的语言无同款，真正是总在古言不同啊，唯独啊阿弥陀佛个变化界虚空界所有众生拢皆显缘了，真正做到了。所以弥陀国土无量无边啊，没有穷尽啊，多一个所在拢嘛是啊，叫做世界的多位，这个所在嘛是无例外啊。问题是讲咱看无啊，看无是咱家己有业障啊，啊，咱的业障那是堵起咯，当下便是啊。而且是一切一切啊，一切即一啦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所以这边讲的是所度一行，一行是一佛行啊，不是菩萨行啊。清净无量寿世界啊，这讲久了，安那净掉咧念佛三昧啊。老居士讲书说神妙，这个话讲啊真好啊，一直念佛过啊，这成极乐，这可成阿弥陀如来，一生愿海中。第十一愿之加毗力，第十一愿就是变供诸佛，就是这愿。你出现如是不可思议之神通妙用，有一念轻，这一念之间
愿由佛陀啊，头前甲诸位提示起咯，这个人是世间袂当啊，无福报啊。经常咱看到诸佛如来有一寡好教化的国土，真大真大，福报大咯。嘛有佛啦，伊教化的国土真小啊，一个大千世界。迄、那个福就报咯，福为什么有够报呢？伫因地上修积的无同，那像咱现在啊来到这个人间来，伫这个时间呢，伫啊这个地区，咱拢得到人生生活到顶。因业是同款的啊，引导咱来到这个世间来，因业是同款。啊，过去是修的有五戒十善，这个善因，可是晚业就无同款咯。晚业是什么？过去生中每人修的福慧是无同。有的人富贵，有的人贫贱，这无同咯。不是天公伯也无公平啊，是咱个人修的无同啊。总共一句咧，变化界虚空界内面，所有一切众生的依报加正报啊，无一个不是自作自受。真正了解了，真正弄清楚了，未搁再怨天尤人啦。过去世所获的无认真来修嘛，现在明白了，现在认真修，会富啊，未会富啊。永远是会富的啊！现在咱希望财富修啊，修因啊，修财布施就肯定得财富。啊，咱希望聪明智慧，咱就要修法布施；希望健康长寿，就要修啊无为布施，无迄个得袂到呀。真紧就会得到，只要你认真做，大家拢在修，得到也无同啊。有什么原因呢？信心无同啊，愿力也无同。有人在修啊，半信半疑啊，咁真实是按试看卖，会得到一点啊水啊。有人一点啊未怀疑，哎呦！伊一个修啊，真正是大富大贵啊，就得到了。用心啊，无同啊，这个心就是念头啊，念头念念拢无同。所以你看，冈本博士做水实验，伊甲我讲，十年啊。几百万次的实验啊，无看到两个答案完全同款，也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咱家己的念头，你看念念拢无同，这就是在讲一念轻，每一只一念轻啊，拢无同，所以啊，这个果报也无同款。总的来讲呢。未当无福，未当无慧，所以福
无论是伫西城、小城、中门、教下、天教啊、密教，拢叫咱着爱福慧双修啊。佛对咱每一个人拢非常的爱护啊。佛若无办法啊，甲福慧赐予咱啊，予咱咧伊无可能的啊。一修永远是家己的，对咱更加好嘛是无办法赐予咱啦。这个道理爱办啦，佛家因地修行的理论方法，甲咱讲，你啊，如理如法的啊去修行。都不自然就会得到。啊，咱这世界是医保啊，咱身体是正保，嘛是刹那刹那拢伫咧变化。这个刹那就是经常讲的啊，一念心啊。啊，正步是身体状况，无论是肉体，无论是精神，啊，讲哪拢无讲啊。啊，依步是咱的环境，现在环境无好啊，真无好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你一定要知影，环境是随着业力干掉呀，境随心转啊。咱多数人的心不善，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，拢是名闻利养，拢是五欲六尘。这个念不闲啊，自私自利，尊人利己，拢这种念头啊。这个念头造成社会混乱。依不在变啊，造成这种情形。他在的人，免讲远的，中国人讲一家子，六十年前，六十年前，咱徛在这个所在。环境比现在好啊，人民淳朴啊，自私自利的心不现在这么严重啊，普遍拢有爱心，看到困苦的人随时会伸出援手，真正帮助伊。人要有一点正义，现在无咯。这就是什么？无修福咯。现在人有福无？真正有福。伊逐天伫咧享福。伊咧教他伊个福报啊，享受太结婚咯。较早人无同款，享福伊修福，个人修福，
所以啊，伊迄个享福的时间长啊，世世代代啊，现在人享福无咧受福咯，福啦啊，享尽了要安怎呢？现在这个时阵，就是福就要享尽咯，享尽灾祸就现前咯，无福咯。福享尽咯，修好就去倒位修呢？经教内面哦，甲人讲，诸佛如来是第一的福田。咱来净福啊，要去倒位净福呢？用用佛啊，用用佛的福不大咯。用什么供养？用财供养？不是啊，佛不爱财啊。咱想看嘛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。伊的生活偌简单，日中一食就海俗，所有的财产三衣一钵，所以啊，无需要再供养。要用什么供养？用法供养啊！法安怎供养呢？依教修行都是供养啊！你那是依佛得教诲，认真去做，你的福报就大了。我未骗人呀！你那的福报是不是佛好你？不是啊！为什么也无好人呢？咱所得的福报是从哪里来？自性内底啊，本来就有的啊。啊，慧能大师见性，伊讲了一句话：福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这句话证明啊，佛在经上所讲的啊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发布施，你所得的智慧是自性内底啊，本来有的啊。无开发出来啊，布施这个方法就是开发的工具啊，开发的方法啦。你用这个工具，用这个方法去开发，自性的智慧开发出来，自性里面的德能开发出来。德能是能力，咱今来讲财业啊。福报开发出来了，后面是在讲上好啊，上好啊，上好就是福报啊。啊，咱今仔日讲富贵啊，拢是自性本自具足的。啊，咱没了自性啊，起心动念。一切自作，拢嘛是随顺烦恼啊习气啊，这就害咯。烦恼习气，性德是相违背啊。性德是先，人性本先。烦恼习气不先。所以教育要求变作非常重要了。
啊，伫中国，古圣先贤非常重视，佛菩萨是更加重视咯。佛菩萨心目当中，只有一个想法，一个愿望，希望一切众生拢会当离苦得乐，这是佛菩萨啦，伊无自私自利。已经得到大自在了，已经完满的离苦得乐了，所以来帮助人了。可是苦乐呢，毕竟是自作自受啊。你啊做善的因，你啊得到乐。这正确的，佛菩萨鼓励你啊！你做做一切不善，你会去遇到灾难。你呀，你遇的都是苦修啊！佛菩萨怜悯你啊，帮助你啊，要安怎来脱苦啊？要安怎得乐啊？诸佛如来，慈悲到极处咯，爱护一切众生，超过父母啊！这是真的啊！咱要有感恩的心，爱认真努力的去学习吧。灾难啊，现在现前咯，要按怎会当来化解这个灾难？世间人伫咧讲如何会当躲过一摆灾难，佛法无讲躲过啊，佛法讲化解。真正有定慧的人，伊化解力量大。定慧不足的人，会得到佛菩萨加持啊！正像经常讲的同款啊，佛菩萨肯定会加持，但是佛菩萨的加持，咱来知影，咱伫啊这几年学习的过程当中知影了，祝佛菩萨加持咱啊！无论是智慧德相，伊所教拢嘛是相对啊，就是讲，咱有一份修持，你就以一份的加持，诶，感应就是安尼啊。咱有十分的修持，就会得到诸佛如来十分的加持。唔是讲佛有友谊对这人好，对迄人差一点，唔是安尼。你做较多，伊就加持较多；你做较少，伊就加持较少。这是相对呀、啊，成正比例呀、啊。是这款代志啊，做较多未加持少，做较少也未加你加持较多。啊，咱了解事实真相，都要认真努力去修啊！
这个去修就是去做啊，修是修正啊。把咱的错误修正过来，就叫做修啊。所以修行这两字，一定要自己啊，创好真清楚、真明白，伊毋是迷信啊。啊，咱思想错误，把错误的思想修正过来。啊，咱言语做作啊，错误，依照佛所讲的标准。修正过来，这些叫修行啊。啊，修行不是念经，不是拜忏，你是要真正去做啊。你退休，你起心动念之处啊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对根本修啊。效果非常的大，所以修行要去找到根，无对根上修，效果就无大咯。按怎出力来拢无大？根是啥物呢？世出世法的根啊，拢是孝道啊，孝顺父母。所以咱真正修行的人对这个所在来开始啊。人若不孝父母，等于讲你的德行无根啊。正业三好头前的两句话不教导人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为什么呢？咱的生命得自父母，这父母好你；咱的慧命啊，得自这个老师啊。老师帮助咱破灭开悟。你看，这个孝孝亲，这个是敬敬师啊，尊师重道啊。中国人对老师看得真重啊，甲老师啊看甲甲家己的父母拢是同款的啊。所以伫中国礼礼礼记内面会通读到，这个社会上，如果大家人拢是孝子，大家啊拢嘛是好学生，这个社会祥和啊，这个地区啊无灾难啊，人家是风调雨顺啊。五谷丰登啊，人民安乐啊，家家幸福美满啊，这些真的不是假。只要把这两个根修的好，佛菩萨圣贤人给咱提一个讲，孝亲安怎来落实？咱若会甲《弟子规》啊做会好，那孝亲做到了，尊师嘛做到了。如果会当搁甲阿弥篇，若做会到，你根就深咯。
甘愿偏帮助你这个军亲嘛？是善业呢？会帮助你迄个军的生活啦。搁较深的军啦，咱想看这个偌重要。中国自古以来，这几千年，拢是在这三个军啦，所以伫历史上，这个国家地区两地求安啦，这个族群是一个和睦的族群啦，爱好和平啊。真正会发扬圣德里面所讲的仁爱、和平啊，无侵犯别人的念头，无伤害别人的行为。有些道拢嘛是安尼咧教人，有些道是中国立国的精神呐、啊。如果咱家己失去了，灾难你解决现前了。啊，对咱的进步身体来讲，都有疾病啊。咱啊，个人的灾难都是病苦啊。那社会的灾难都是不安啊。山河大地的灾难都是灾变啊。伊那里，我咧听讲，印尼所门达拉的黑山爆发了。嘛，相当严重。地震、海啸、火旱、水灾、瘟疫，拢出现了。那哪违背圣贤教诲？圣贤教诲，拢嘛是自性的圣德。违背圣德，什么灾难拢会出现？所以未当啊无修福啊，未当无修慧啊。儒释道三家，拢嘛是教人。求福求慧啊，最后求生净土，你福慧才会圆满啊。无求生净土，福慧总是啊未圆满的啊。地佛微信加持，这家出现如是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，这真正是啊不可思议啊！真实的神通妙用，为念境遍游佛土啊，遍游佛土，这是真实的修慧修福啊！因为你去见佛咯，
你供养佛，用什么供养？用敬心吗？真诚心吗？用这去供养啊？你得到佛的加持是得福报啊！恭恭敬敬听佛讲经说法，依教奉行，你智慧开了。这是求慧啊，所以无量的福慧，最大的福慧，这都会修佛门当中修啊。离开佛门，免哪能修这大的福报呢？免哪能成就这大的智慧呢？佛教的印度，当年是咱的老祖宗。国家的帝王和明帝啊，历史上有记载啊，海德塞是西域去的，是寻求的啊，四界去探听，到这个所在有高僧有大德啊，你请伊啊来中国来，来到中国。帝王啊，拜伊做老师，帝王来做弟子，所以到中国来是国师的身份啦。帮助帝王教化众生，中国人要有这大的福报啊！这未当唔知影，到极乐世界，这个福报圆满啦。为什么呢？伊会当啊，遍游佛土。那在咱这世间见到一尊佛，足不容易啊。到极乐世界，你达工，拢会当啊，遍游无量无边。诸佛刹土啊，你讲你一天修的福报偌大？在咱这个世界修千万年，拢抵未着的极乐世界修一天。啊，咱若想讲要修真正的大福啊、大慧，爱去极乐世界。这个是唔当去轻易来放弃。以前唔知影，迄个情有可原啦，现在知影啦，这真的唔是假啊。以后一句讲，非理性所能测，理性是阿罗汉必知佛啦，这修行。因对有在菩萨，有会在的大菩萨，因的智慧福德，李生林无法度通去测量啊，到底有偌大，伊唔知影。因门到这所在。这大师因啊，朱立德啊，咱就有到这地。下面经文这是啊，利他，你看朱立啊，然后才会当利他。家己啊，无得到，要按怎去帮助别人呢？咱家这段经文，这是一大段，
这段段里面有真多小段，咱念的时阵，拢甲大出来。这是利他，利他的，一共有六段。第一段妙行现实，英文烈火辩才，诸恶现行，显灵分别众生无言，开化现实尽世之罪，消解世间啊诸所有烦啦。到这是一段，一段是妙行现实，下面第二段心胸地主多世之道，有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为主思虑做不清之有，这是第二段做不清之有。下面第三段，护佛众生，修持如来心净法藏，护佛众生相续不绝。下面是第四段，悲愿最多，应大悲。面有情，言自辩，受法眼，多处开善门，无助众生，是了自己，真济符合戒道彼岸。下面呢，这句啊。德慧济福啊！你看卖德啊，都是福德，智慧差不多甲福相等啊。这个济都是相等的意思啊。积福祝福无量功德，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啊！后面这句是总结。如是等诸大菩萨，无量无边，一时来集。这来的真话都讲出来了。来参加法会菩萨，唔止啊，一万两千啊，一万两千是咱人间啊看到，咱那肉眼看未到的诸大菩萨，无量无边啊。对十方世界来了，拢总拢来参加这摆活动，即下摩尼佛来呀，甲咱演说《无量寿经》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即阵大即个活动。下面是五念老居士的注解。在圣经文里面，烈火辩才，诸菩现行，辩才者，显卡宣说法义之才能，这是解释什么叫做辩才。先，咱啊今日讲非常的好啊，真巧妙啊，甲
佛法的这个义理，讲加遮清楚，讲加遮明白。好啊，大家啊，拢啊听有，拢会生起信心，这叫做辩才，唔是一般的辩才，或者辩才。咱看老居士引用的经论，注解净严说作为严令扁料，勿令在卡严令扁扁扁料是明了。言语啊，语的能力显示出伊的才华，伊的巧妙，这是赞叹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。咱虽然无亲身参加这个法会，咱看到所翻译的这些经典，会当去小看体会到这个意思啊。世尊当年说法，讲经教学49年，诸位一定要知影，无教科书啊，无经本啊。什么都拢无啊！只是每天面对大众，伊老人就讲啊，讲了49年，无重复呀，伊讲的是什么呢？咱来用一句话来说明，伊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！伊安怎会讲遮好，讲到遐尼条理呢？记录落来都是好的文章啊！是啥物呢？伊精雕咯，伊甲咱介绍叫做世界，叫做世界，伊毋知影去偌侪摆咯，真熟啊！伊啊，甲咱讲，今夜着阁先写一个草稿咧，无需要啦。这个发挥就是特别介绍叫做世界啊。经典的由来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后，伊就当寄心咯。这学生啊，对这个记忆当中写出来留下后世，这成为经典。49年啊，所讲的物件真多啊。以前捌甲注意啊，介绍过阿难，就是一集经典主要的这个人物啦、啊。因为伊当面佛讲啊，伊记忆真好啊，听着拢会记得啊，拢袂袂记得。用现在话来讲，伊嘛是一个天才啊，唔是一个普通人。负责主持这件代志的是大卡舍尊者。担任这个活动中心的主任啊。阿兰是主讲，
主讲的啊，五百阿罗汉拢是同学，拢是佛的学生啊。伊来做证明，伊来听，大家来听，听阿兰所讲的，无一人反对，就记录落来。如果有一人反对，这句话就给删掉。初信有有谁啊？阿兰所讲是真的，不是假。如是我闻啦、啊，如是就是讲我所讲的，拢是我亲听释迦牟尼佛啊所讲的，无家己释迦牟尼佛讲的话来再加一点点啊，还是减一点无啊？完全照样啊，佛安怎讲伊就安怎讲。对了，记录下来变作是经典啦。这个代志，咱都要创个清楚。所以佛陀是教育啊，无亲像其他的宗教，经文啊是对天顶降落来啊。啊！这是现在人不相信，为什么现在天顶会落到经文来啊？真恶相信啊！有啊，你讲就无话通讲咯。老师讲呀，结集做经宗以后，有学的人第三代以后，拢嘛是啊。依照这个经典来学习啊，听顶一代人的指导，代代啊向下流传啊，净化救助世间，我发的兴旺。够一个啊，不是靠建佛像、建寺庙，不是安尼啊，跟迄个不相干啊。现在摩尼佛等你在世，这个道场都无啊，连个小茅棚也没听讲啊。这来一定要创个清楚，咱学佛才会当去学到真正的物件。有加上法华说法，这法华经加上大师的注解。以解释辩才，伊讲速捷应机明辩，言含文采佛才啊，速捷以令迅速啊应机方明辩才啊，这是说法啦，这是咱今仔日讲的应变的能力。啊！别人提出问题，唔免过想啊，立刻就会甲你解答。这个说明伊有智慧，有丰富的学识，所以才有这种能力。辩才啊，明捷，会说话，这个注解啊，因会说也应该真多。
野音开歇为边，随机卡苗为宅，无波该处有圣地呀。这该色啊，真好。你看三所之中，主帅最上。呀，好，甲咱所讲的，当你答句啊，那嘛是帮助咱开智慧，开学啊，也是未学，开学就是破未学。这个变呢，随机卡秒，这是宅呀、啊。众生根性无同啊，佛经上常常用上中下三根，上根是内根啊，这人真聪明。点一个啊，伊就饿咯，伊就明白咯。中下军就较差一点嘛，所以啊，佛教下嘛是用这三种的方法，对上军人的知识，伊就明白咯。对中国人啊，你个知识啊，啊，伊听无啊，伊在讲明白、讲清楚，伊就听有啊。下军人讲搁较侪，伊唔相信，这下军人啊，要安怎提出证据来啊？这叫三转法轮啊，时转、更转、做净转。你相信咯？啊，如果证据提出来，还佫唔相信，就无办法咯，那就甲佛无缘咯，我就无办法去度伊咯。所以佛用这三种的方法，接引三种无同的根基啊，这是如来辩才啊。无论是时转、空转、做静转呢，拢是以智慧啊，无智慧是做未到的啊。啊，咱伫经典内面看到啊，释迦牟尼佛甲大众诶，才对答。你看人提出问题，佛安怎解答？特别伫灵验会上，几乎对头到尾拢是咧辩论。提问诶人提甲真妙，佛答甲句甲卡妙。所以灵严经啊，古人称为开智慧的灵严，真有道理啊！你听因这个辩论啊，你就会开智慧咯。五念六讲咯，头前这三种。在注解里面讲法，以会所是讲解上解好。哇，一句话讲呢，佛法最重要，咱来会记哩，破迷开悟。会所那就讲到这个所在。
破灭开悟，会当帮助咱破灭开悟，这不是好的辩才啊！一定爱帮助咱破灭开悟。每一天拢有一点啊小悟，这一天无空寂咯。我哋所谓是即小我的成大我咯，那个即大我就会有大铁大我，以教下叫大开元界，大开元界，禅宗大铁。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层次啊，一个是对参禅当中见性，一个啊是对啊听教当中见性啊。听教当中明心见性就叫做大开眼界咯，念佛啊或者是念咒啊。嘛是会当到大铁大悟，所以啊，这是伫净土宗内面叫做离心不乱啦、啊。离心不乱就是啊，大铁大悟。所以你个看卖宗教净土名称无同，境界是同款的代志，拢是啊明心见性。咱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心爱啊，心扎咱家己是什么款根性，参禅啊，上上行的根性，什么叫做上上行根性？哎呦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都看个真正淡薄啊！啊，就是讲，伊无什么分别执着咯。这款的人会参禅，分别执着计较。真多的人参禅是绝对袂当去入的，有教咧，这是最普遍的，所以多多数的人，这中等人的根性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刚经教下啊49年，禅一种的教下方法只传予大家学，极少数的人得到，大多数人拢是咧教。那现在这个社会群性嘛是安尼，还有一寡人啊，教太繁琐太多。所以啊，古人有一个比如来讲啊，入海算沙，那就太麻烦了。有较简单一点卖无？这简单一点啊，就是净土啊。比甲净土是比较较简单呐、啊。啊，比甲净土拢嘛是修一心不乱。那哪讲觉静静，就禅宗是讲觉悟，到下讲的是静，静地静见，净土个密呢是讲静，修清净心嘛。
你征途中比密宗也搁较舒适，也有较方便。密宗的仪轨太多，学起来真麻烦啦。无净土宗啊，即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你看偌方便，什么时阵拢会使念，大声念、细声念，你心内边念都嘛用哩。这是啊，最方便的一个方法，最容易学啊，成就最悬呢。这个念嘛，主要记。爱加即句阿弥陀佛，来替咱所有一切妄念。念佛啦，啊，真正目标啊，都是伫即地啊。无念佛就别乱想啊。噶，即系杂乱的念头，噶用一句佛号啊处理大事啊，这个念佛啦，啊念念拢是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以外，无旁的妄念，把你妄念再起来，唔管伊是善念是恶念，不要紧，拢莫去参，马上甲换做阿弥陀佛。苗都苗的这地啊，释迦牟尼佛安怎成佛的？念佛成佛的呀、啊，这是家己讲的。啊，教下所讲的道理完全相应，一切法从心中生啊。咱心内想佛，伊就成佛咯；心内想菩萨，伊就成菩萨咯；心内逐天想发财啊，这都唔好啊！为什么发财果报是五鬼道啊？贪财是贪心，贪心对五鬼啊，嗔恚对地狱啊。无耻对贴心啊，你看这是咱的进步啊！对呀、啊，三毒啊，三毒烦恼啊！如果咱啊念念啊，甲这个三毒甲贪嗔痴相应啊，你的前途是一片的黑暗，你会去三恶道啊！所以佛教人的这个方法偌妙的，无论是贪念、嗔念、痴念，念这起来就是阿弥陀佛。念到未起念，嘛是阿弥陀佛。心内除了阿弥陀佛以外，什么都无，你成功了，你的念佛三昧。你念佛三昧，哪会讲未往生的道理呢？平常无念佛的人，或者念佛功夫啊真差，差是甚物呢？业杂太侪了。佛号内底业杂着真侪妄想杂念。最后拄到殊胜，这个善缘伊买往生啊！有一寡人啊，看到了后啊，啊那像讲，这些足无公平的、啊、哈！我比伊较用功，逐工念佛，一生早暗课拢无缺，为什么我无往生？为什么也往生啊？就是。啊，这个道理啊，怎样？咱凡夫啊，只知影讲即事，唔知影记事。
这个往生的人可能这一生念佛无偌轻快，继续生生生世世累积的善根深厚。所以啊，在临命终的时阵啊，伊拄到显缘了。最后的一念清净，真正心是往生是最后一念，一念清。你断开，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肯定往生。这经常讲啊，真清楚。第十八愿啊，临命终时，一念十念，我定得生啊。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。所以，啥人有遐尼啊好运呢？临命终的时候拄到这种显缘，不容易啊，太不容易了。比买菜馆中得奖也较困难，所以咱家己平常也是爱努力，好啊培养啊，到临命终的时阵啊，这真正是有把握咯。迄个关键啊，拢嘛是伫平常会当放下，这点也真重要。如果平常放袂落，那是咱啊最大的障碍。平常什么拢爱啊，看较淡，真正会当啊做到亲像古人所讲的“有人无精，有色无求”，这就好咯。一生虽然道理啦，无一项唔好啊，用心无一项未欢喜的，啊，那用心才有把握啊。对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，咱尊重你敬啊，决定是无贪恋，决定啊是无怨恨，修什么呢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真难啊，只要修这两项，就决定的得胜，永远保持家己的这个清净平等，这叫什么？就叫功德。我们上讲啊，世界有功，哎呀，世界真好。三昧是德啊。你得了三昧了，三昧是定，所以啊，应该得定，该有功定啊，就得着了。定修个真好，修定是功啊，地会开了。开慧是德啊，这叫功德。功德跟福德是无同的啊。福德啊，袂当啊了生死，袂当出六道轮回。功德是会用的，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爱功德啊。经常讲啊，真清楚。不是福德啊，你都经常跟人讲的，不可以消善根福德于迷言，这是美国啊。善根加福德加起来，就变得真功德了。如果只有福德无善根，这都未当往生啊，未当脱离六道啊。
啊，这个咱拢未当讲无创会清楚。咱过来看下面呢，有净压缩为如来的树木盖地呀，树木盖地也叫树木盖辩才。如来有无碍之地，应无碍之树边，伊才有无障碍的四种辩才啊。所以四种辩才拢是对地来对来，那若想要得到这四种无碍辩才，对对多位来学呢？对地呀、啊，地对多位来呢？地对定，定对多位来呢？定对界啊，你就知影了，世界是根本呐、啊。啊，所以现在佛教衰咯，真正衰到啊！国对咯，啊，咱如果真正发心啊，想要做一个佛弟子。咱都有义务，有使命，有责任，甲佛教兴旺起来。要安怎才会当兴旺？一定爱依教奉行啊！这下莫哩好。叫咱安怎做，咱就老老实实去照做。真正是老实听话，认真做就会用你了，就会把佛教兴起来了。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阵，阿难尊者问了四项代志。其中有一项问的，就是讲，佛在世的时阵，阮大家啊以佛为老师，佛无伫咧咯，阮要以啥人做老师咧？这甲阮的关系真大咯。佛无指定多一人，佛只讲两句话：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用此戒会吃苦，就亲像啊，地掉啊，释迦牟尼佛的身边啊，拢嘛同款的。以前啊，甲佛真正都唔免惊艰苦，爱乞丐，所以佛的经传，咱伫经上看到1255人，是一个相当大的团体啊。因内党啊，互无相处。平等对待，互相照顾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。比什么呢？概率啦。我都会告诫每一个人都认真的遵守啊，
拢未违反啊。这个团体是六合敬的团体啊。啊，见好动改是逐工听经。啊，对这顶面建立的，改好动修啊。六合敬这两条是基础，无这两条就无办法啦，互不相处。每天听经，拢会听上八小时、十小时，咱有理由相信，当年经团。一天十小时的听经啊，这阵四十九年如一日了，无一天空过咯。释迦牟尼佛家己带头，一中一时就海上。学生跟老师同款的啊，真正是扮演放下了，心地清净平等觉，咱常常爱想到啊，每天咱供养佛看到佛像，就爱想着讲伊当年的生活。伊啊，在世行仪，都好难看呀、啊。啊，咱现在到无法思议了，盖都无了。现在人未当吃苦。都一个无咧讲究享受咧，小看有一点啊不如意，你心内就无欢喜啊！你看这个贪嗔痴慢啊都起来了，可见呢，这个学佛一点啊功夫都拢无啊，也就是讲这个功德毫无功德啊！所修的时候一点福定呢，现在德都无了，就修一点福报啊。这是啊，佛家有一个名词叫做持福，有持啊，持福啊。这个德是福里面要有一点智慧，现在福报内底无智慧咯，内面啊，都嘛是啊，贪嗔痴慢疑啊。所以讲持福啊，那认真做，那就只有对地主归来学起啊，袂当无学啊，无学是袂用的啊，对地主归啊，地主归来面。一百十三项代志，一个鼓励，鼓出一百十三项代志。为人呢，还有故意翻三的能力，我们所谓文艺理性吧。啊！就现在人讲呀，话乌话英啊，你该学会向，如果是伫个生活，如果是伫个工作，如果是伫个
来临接我。你做到了，真正得受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戒律的基础啊。过来有感应篇，甲伊在失落，这根在稳咯。感应篇是因果教育啊，嘛无长啊。下面甲咱讲的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总共估了195个例。咱嘛爱亲像地主鬼同款呢，用伫日常生活，活有活用啊。这个学啊，佛门的十善业道就无困难咯。三个根拢定入去咯，该有根咯。佛教咱啊，以戒为师，咱就会当做到三规、五戒、十戒。在戒的菩萨戒，出戒的比丘戒，拢会做到啊！唔是计划啊，应该得定啊。持戒，学经会开智慧啊！咱现在研究经教，为什么未开智慧呢？无戒的军队啊，若有戒的军队，伊心是清净的，清净心生智慧啊。这话重要，智慧开了，对有路用咯。咱就立靠电路，靠对到位来，靠对未迄间到来，落对到位来咧，啊落对角我来，所以啊，智慧一个开，就立靠电路咯。所以心开意解啊，这出世间一切法。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你拢通达明了咯，你还讲未快乐咩？已经庄严，无穷的变化，你知影伊为什么会变？伊安怎变？你拢知影咯？你知影明了，你才能掌握。你才能帮助伊啊！伊袂咯，帮助伊开悟，帮助伊回头啊！头一个用信教做出来给伊看，引起伊来问啊，伊才甲伊解答。好过就现前了，所以啊，佛有智慧啊，咱知影讲智慧对对未来，智慧根本
咱拢有咯，是自性来对啊，本来富足的。佛教咱要按怎甲自性智慧开发出来？这个方法都是啊，戒定慧。对智慧就会引起四种无碍辩才。第一个是以无碍辩，为了知一切诸法义理，通达无地故。了是明了。你就是感悟，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理，这啊义理啊，义理，咱现在世间一般人讲的真理，可能讲的义理，都是现在所讲的真理啊。真是不虚啊，一切法你都会来的，一切法对自性来，啊，对自性什么所在发生呢？对一念不觉发生的，一念不觉就是一念迷了。不知不觉起了一念。这个一念虽然没，伊也无分别执着，这只是当作念的念。这一念，在大乘教里面，它叫做无始无明啊。根本烦恼，所有无量无边的烦恼，拢对伊生的。就是一念不觉生的。如果你一念觉咯，无始无明，根本烦恼断了，你就一切拢觉悟了。就这款代志啊，释迦牟尼佛表演给咱看。你看，伊是毋是一切法拢同等呢？这一切法伊拢无误解啊，无人教伊啊。伊十二年十九岁出去参学，到三十岁，十二年当中，伊所学的拢唔是伊成佛以后所讲的，伊十二年啊所学的咧，那用今仔日的俗语来讲，伊啊所学的是知识啊。伊老传讲经说法是智慧啊，唔是知识，无用着啊。啊，那会讲有无碍辩才出来呢？那是啊，自性里面本来有的，就是一念觉咯。自性里底本来有的智慧，拢流露出来咯。
伊连袂咯，伊飞阿弟，伊无起作用啊。而且会当讲伊起作用啊，伊起反面的作用，反面作用是啥物？就是啊，无量无边的烦恼，伊烦恼失去啊。所以讲转烦恼为菩提啊，会当对烦恼顶面转，爱对倒位转，对一念来转，一念觉了就转咯，一念不觉，要安怎转也转袂过来。关键啊，是在一念觉啊，这袂当唔知影。啊，咱要安怎才过会回到这个一念觉？这是一个大问题啊！佛甲咱开遮尼侪法门，49年辛辛苦苦讲遮尼侪经教啊，只有这个目的，无非是要教导咱啦。这就是一种方法，让你会真正紧的啊，回到一念觉。众生根性无同，爱好欲望是无同啊，所以我就开真多法门，你介意多少法门都卖用呢？门门皆行啊，无上道啊！所以佛个讲啊真好啊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在你家己选择啊，选择要安怎成功呢？一门深入。当时分手啊，就成功了。你那是当时学真多法门，那就害了，创杂了，创乱了。修行这个代志，上盖奇奇，上惊的，就是杂乱，一个杂，一个乱，全部拢完了。更加好的心，更加是按怎来努力，也是修一点啊人天福报。啊，了生死断烦恼，这丝毫都拢未起作用。你看这偌可惜的。现在啊，咱众生伫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找到这法门。然后真啊，从清楚从明白咯，这法门什么呢？南无阿弥陀佛啦！少年呢，都一挂是少年人，何才以前呢？少年人啊，爱护花，学戒定慧，老实念佛。活在以上，伫中国人叫老人咯，未富咯。专念阿弥陀佛，地主归感应篇都无需要念，会用你袂？会啊，会甲即句阿弥陀佛，甲所有梦想失去拢处理代志，啊，你成功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道境界啊！就是即句好好来对，古教戒定慧三学，里面够麻烦咯。就即句好好。完满成就了你的戒定慧，了结了。什么是佛法？南无阿弥陀佛啦！
迄个是佛法。真的念十年，十年开悟了，50岁到60岁开悟了，开悟了，你还够寿命呢？你这个教化众生，你这个发心讲经说法，无困难啊，你什么经拢会晓讲咯？到迄个时阵，你智慧开咯，你大慈大悲，甲一切众生讲什么经，肯定你讲无量寿经。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这个末法时期9000年，只有这部经会度众生，别个经是好听，都未够啊。这部经是做得到的，我发这个9000年呢，无量寿是第一经啊，阿弥陀经是第一经啊，50岁以上。我劝大家啊，经都学一部，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你就学一部经。这部经是故佛号，啊，心定在这顶面。决定未动摇，决定未改变。什么时阵成功？十年，真定住了。什么拢唔通去想？真正会当照安尼去做，咱照一般这种效果来看，就学效果来看。应该的，4-5年，你就会第三昧。三昧款式是什么款呢？清净心，无量寿经顶面讲啊，清净你得到了。啊，见思烦恼无了。佮有一个2-3年，你得定一定开智慧，这个智慧不是大彻大悟，是大悟，不是小悟，是大悟。啊，大悟，你就会当啊通。一切法里面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通，你也通一部分。比如讲净土宗，净土宗甲净土宗有关联的遐经论，你拢通咯。你这世间，佮继续努力落去。会听我啊，大听大我，那就拢通咯。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是不庄严土啊。你的身份地位，就经常所讲的这些大师啊，发心大师啊，你在一生当中证到，有可能吗？可能啊。有这个例，有这个例。华严经现在东主都是一个例。
欧姨啊，伊甲咱做出最好的榜样。现在是啊，安怎锻炼家己呢？你看，伊的老师，伊老师是文殊菩萨，伊老师麾下戒铁大悟啊。这个毕业咯，老师无留意啊，叫伊出去参学。伫老师诶麾下，解脱大悟是根本地啊，明心见性。老师叫伊去参学是何得地啊？五十三参。无共诶法门，无共诶环境，无共诶文化，无共诶族群，无共诶行业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拢叫伊去参观，叫伊去访问。这是啊，成就伊诶何得地啊，无所不知啊，伊这接触就明了了。虽然参学，在整个参学过程当中，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伊拢会不起心、不动念，练这个功夫啊。这个功夫是什么呢？这个、功夫是真实的定慧，如如不动是定，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是慧啊！伊无一项毋知影，定慧定学啊，这才真正成佛咯，这毋是假啊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这学毋是无路用啊，真正有路用啊！咱都爱明白这道理啊，这是啊，真实的佛法啦、啊。用伫家己身上，身心健康。快乐无比啊！佛法里面讲的欢喜充满啊，相信欢喜心啊，这家己得到咯，帮助别人，也难讲影响啊。这个影响是什么呢？你徛在这个所在，你会转这个所在境界啊，这都算人造业。境界无好，像现在地球上遮侪灾难，你住伫这所在，灾难就无了，拢化解了。这是啊，众生得福啊。这化解是甚么呢？是因为你的福报，你也都要改啊。你若无改啊，伊将来行去别个所在，灾难现前咯。所以啊，你都要好好个教，教育是。根本、底本啊，这啊，我讲我了，大家拢总拢讲我，啊，我明白了，大家拢明白了，这个世界啊，就变成叫做世界了。这真正有路用啊，一点啊拢未迷信啊，所以呢，无量啊，无边的智慧。
无量无边的福报，伫倒位来学？伫佛门来学，伫净宗来学。啊，这好物件，咱敢会无爱呢？今仔日时间到了，事不改变啦，那明仔载都要对头来学起啊。